Boys Vancom， 我是这次的活动主持人佳琪。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听到超多的尖叫声，你们是不是很期待 The Boys？ 等一下，现在是差不多五点的时间，大家应该都吃饱才来吧？你们是不是很期待 The Boys？ 好的，我也相当期待，因为我这次呢也是第一次参与，他们是台湾单独举行的 Vancom， 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很想要他们赶快出来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我就事不宜迟，我们以最热烈，好不好？最热烈的欢呼以及尖叫声，欢迎我们很帅气的 The Boy！ 大声一点 ！Hello Hello， 好帅啊！哎呦！来，我们大家好，嗨，好，什么？你好，师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的团员们，好不好？跟我们亲爱的 The B 粉丝们热情的打声招呼。你在这边是你的 Two Three， 那是 The Boys， 那是 The Boys 呢？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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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跟粉丝们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 IU。 Everybody makes it up。 今天是台北港的 Kevin， 我想跟你们在一起。讲中文厉害厉害。大家好，今天见到你们很开心，我是超级想跟我相连，谢谢。Leader， 大家好，我是能为到经济组的小庄汉年。我是你们的 V， 我是宋乐徐徐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坤。大家好，我是亨姐。谢谢你们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The Boys 的主演李俊言。今天能请你们高兴，我是和你学了不久，所以说都不太好。我真的是很开心。开始 ，How do you miss？ 今天一起开始吧。中文很强哎，很强。大家好，今天你们开心。我是徐贤之。玩弄的会，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想你。大卫啊，你好，我是 The Boys Vancom。你们是最好的，你们是最好的，我最好的。你们好，我是 Kim。你们过得好吗？今天我们一起开心吧！一起开心吧！大家好，我是 Tobi， 我是最爱你们的 Eric。今天都加油！好的，怎么样，各位 Tobi 们，你们还满意吗？满意吗？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有诚意，就是他们连中文甚至台语都有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请各位团员们，就是可以坐后面的椅子，这样我们来聊聊天。谢谢，谢谢。OK， 这样。好的，哇哇，他们真的很可爱，他们现在就是在跟大家打招呼，来，我们一起跟粉丝们挥挥手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要来进行第一个问题，这样。因为这是 The Boys 第一次到台湾举行单独的 Vancom， 那目前心情感觉如何呢？
네. 네, 네, 어, 저희가 타이페이에 이제 행사로는 온 적이 있는데 단독 공연으로는 처음이잖아요. 그래서 오늘을 정말 많이 기다렸던 것 같습니다. 对呀，我们之前是有来过台湾，那个时候是因为参加活动，台湾，那这一次是第一次啊，以我们的名字然后单独举办这样子的活动，所以呢，就啊，我们等了很久，然后也非常的开心。哇，那其他成员呢？ 오늘 더비 여러분들 음성 소리가 너무 커서 짱이었습니다. 今天我们的더비们，你们的欢呼声真的很大，所以非常的赞。 더비 여러분, 오늘 더캐슬 같이 즐겨 주실 거죠? 더비 朋友们，你们今天我们的더캐슬，你们会一起享受，对吧？ 네, 大声一点，对吧？ 好的，那再来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The Boys 真的非常火红。 对吧？嗯，所以最近呢，我们有没有什么活动啊，或是一些近况，可以跟我们台湾的Lovey分享一下？네, 저희가 블룸블룸이라는 노래로 1등도 해보고 또 우리 더비분들이 많이 사랑해주셔가지고 이렇게 타이페이에 찾아온 것 같습니다. 那我们最近呢，有我们的第二张专辑《Bloom》的Bloom也上了登上了音乐节目的一位嘛，那然后那之后呢，也是因为有很多我们的Lovey这样子喜欢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才能来这边跟大家见面。 哇，Bloom登上一位，开不开心？